You know, all the players are so happy to come here. 佢話除咗佢之外，其實好多好多嘅球手咧，都好中意去到東南亞地方，好似香港咁咧嚟到比賽，因為佢話香港啲球迷好熱情喎，俾啲聲音佢睇睇。Then how about the performance just now? Of course you won, but how about how many marks or points you would give to your performance? Well, I mean,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y opponent because he was so nervous. You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he's played in front of a big crowd. And, I just have to go there and do what I have to do. But, you know, I also feel a bit sorry for my opponent because, you know, he's not used to this experience. But I told him the more and more he played, the more and more he enjoyed. But for my own performance, I was pleased to make a decent break. Disappointed I never made 100, but... You know, maybe next few days you can see some centuries. 唔怪得你哋咁支持佢，呢位球手唔正一位好嘅球手，球品真系冇得顶啊！原来头先佢同阿苏柏讲咧，就话你唔好咁紧张。佢觉得佢第一次嚟到咁大嘅场面咧，打起上嚟系因为有啲紧张，所以咧表现唔系咁理想。佢叫佢慢慢嚟啦，仲有三日嘅比赛，所以我哋除咗要支持阿苏柏之外，都要继续支持火箭奥苏利云，俾啲掌声佢。Thank you, Ronnie. Thanks a lot for that. The 赛事是丁俊晖对希建士。The fifth frame will be played by Ding Junhui against John Higgins. 裁判是刘国梁先生。The referee is Mr. Lau Kwok Leung.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俊晖。Please welcome丁俊晖。同埋希建士。I know it's about the Swedish from the Asian. Yeah, the European. The fifth round, Europe to break. John Higgins to break. 咁啊，呢一場咧就其實丁俊晖同希建士咧係對上一場賽事都係輸過波㗎。咁啊，而家睇下邊個去攞呢一局啦。咁啊，剛才輸波係因為希建士喺第一局咧仲未係可以習慣到現場嘅氣氛。咁啊，而家咧習慣咗啦，相信有唔同嘅表現。啱啱開波，呢只有尾袋可以射喎，後咗，控制住個白波教翻個籃，不過射後咗，遮唔到啦。中間堆波左邊嗰只紅波都有嘅，但係咧，除咗教波嚟講咧，窄位嗰只應該可以係試下。推彈，睇下教邊只？射 Q， 冇問題咯，射得好。可以打個 cross double， 將個白波送翻上去，但係要提防 double kiss。靚，力水唔錯喎、哦，好。要將個白波送翻上去都唔係好難，睇下力水，稍微仲厚一啲，避唔到個六。右邊數過嚟第二個紅波，雖然有得 pot， 但係難教波。若果我睇佢要教波嘅話咧，不如選擇右邊孤筍邊。拼波附近嗰只紅波咧就較為容易啲，可以推彈教翻個黑。
射球，但系要避红波喎，要避开乒波左边嗰只，避唔避到？啊，好波，好重嘅左手边西避开，靓啊！点避啲红波啊？后咗。焗住打后少少，真系为咗系要避红波，有机会啦，丁俊晖。乒乓 spot 点左边嗰三个红波中间嗰只，冇错，可以扯翻过去搞翻个蓝或者个黄。冇问题，似乎 wrong side。不过都唔紧要，可以褪翻赤岭，教翻左边尾袋嘅，偷唔偷到位咧？咦，得喎，得喎，可以。呢个角度要教翻个黑，仲有少少嘅 wrong side， 可以尝试教翻个蓝先，细力推弹。要就力水喎，得唔得啊？哎呀，几乎唔得，啱啱线，不过咩仔啊？变相嚟讲咧，啲 Q 教波咧系稍微难咗啲，可以滴佢落去教翻右边中袋，冇错。睇下个黑波放翻落去有冇位先啊？右边尾袋够唔够咧？系啦。可以上翻去教翻个蓝先，睇个力水啱唔啱死？好波，中间推波最接近黑波嗰两只左边尾袋都有，可以咧系将个白波扯翻过嚟右边。这个角度扯回过去右边，但是要避开旁边的红波，黑波左边尾袋应该有，没错，好吧。18这个角度可不可以将黑波左边少少那只蹬开呢？不得，太直，唯有直接吞口，靓啊！还有少少斜度可以推弹，但是要看看右边尾袋有没有被旁边的红波封住，没问题了，应该有。36，而家可以 key 落堆波度，顺带教翻堆波右边少少嗰只红波，但系唔好太大力啦。搞掂，好波。呢个斜度轻力推前，捆捆侧边个红波，顺带落翻嚟教翻个黑。44。个枕手好似有少少影响，冇问题噃，轻力推弹，哎，做乜嘢？点点去后座？又系咁样喎、啊，今日似乎状态真系麻麻啊！到时刀后啊，自己打失，好可惜啊，打咗24度，冇晒心机咁样托住个腮。好彩啊，将个黑波收埋，乒乓亦都收埋咗。变相来讲咧，希坚斯咧要赢呢局咧，有两个波咧就系暂时咧就系唔可以教到住嘅，蓝嘅要 key 落正中间嗰只 ，key 唔 key 到？哎呀，可惜！你一个 key 落正中间嗰只咧，将个白波留喺附近咧，就有几个波可以拣。而家唯有咧系要打翻个窄位或者选择打翻个中袋。推翻上去，教翻个蓝先，抑或将个黑勾出嚟咧？等阵啲，暂时咧都系要攞翻啲分数，因为暂时落后紧啊。力水又唔错，会唔会系 wrong side？ 褪后若果弹嘅话咧，要留意右边中袋啊，
有機會 off 睇住就住，冇錯，贏波。13多咗少少，就唔就到咧？就唔到又要 key 落去中間嗰只度咯。頭先 key 唔到呢次得唔得？呢次得啦。試過一次咧，就呢次係靚啲啦。但呢 Q 咧係推中袋係有少少 wrong side， 要借股想彈翻高落少少左手邊西。哎呀，好危險啊！丁俊輝都坐喺度，讓下神先。咁頭先真係好可惜啊！大好機會打成。佢一路都幾掹掙啊！頭先個波，我都揾唔到出嚟，而家唯有拖住個頭喺度諗。我諗你叫佢打多100次，佢都失唔到兩次。可惜嗱，呢球架都麻麻地，力度唔係好啱，可能佢落咗少少左手邊西咧，中箍筍就赤住咗個白波，行慢咗。點教啊？夾住，漏咗啦。好啦，我睇下丁俊輝今次又會唔會真係有執翻醒神啲啊？暫時嘅分數係34-24，丁俊輝領先10度。哇！呢球真係好搏命啊！好啦，大好機會啦，有機會將個黑波勾埋出嚟，不過睇佢勾唔勾。勾個黑波出嚟，可能未必製造到機會。避開佢，哎呀，可惜啊，避唔到呢只紅。其實剛才的角度呢，如果他這樣推下去落赤西的話，就怕 key 落個黑度，如果 winning 西現在這樣推下去就 key 到個紅，結果教失了，也都入不到個藍波。沒有啊，你剛才已經教失了，你的心呢其實呢已經是15-16的，你有些硬住硬住，你 pot 個波的精神都不會很集中。推彈靚，雖然避不到個王，不過有個藍在這裡，剛剛對正中袋，這個沒問題。領先10度，打埋這個15，要再打曬3個紅波先夠贏。咪睇下佢點解決黑波側邊呢個紅波啦。6，因為藍波被個黃遮住了左邊中袋，所以他想將個白波扯翻過嚟，不過不夠深，想教個啡，不過教了個六出嚟，不是咁好的角度。一條箍想將個紅波勾埋出嚟，得唔得？唔勾唔到啦，唔夠細。嗱，佢想輕輕將個紅波帶翻去個中袋附近，不過 Q 法唔係好啱，亦都唔夠細。照射，不過中厚了，暫時分數是44-25，領先19度。兩個都不好打，右邊那隻黐住個箍筍推彈，厚咗啲。真係希堅斯好似今日嗰個表現咧，可能真係仲未係能夠即係習慣現場呢個環境啊！見到佢咧都有失波，即係今日嚟計，小丁同佢兩個都唔算太好啫。係啊，唔係話好高嘅水平打得。One。有個斜度可以將個白波伸翻去左邊嘅箍筍附近，教翻黑波側邊嘅紅波，靚。嗱，暫時領先24度，即係話咧入個紅，再入個顏色波，如果係黑波就一定夠贏啦，藍波都夠贏啦。哎呀，斜少咗啊！嗱，想趁後赤領，但係咧就褪唔到。他是想教个黑的，但摊面上不记得还有27度，打任何一个颜色波都够了，够不够搏搏个头添。丁俊輝6
分數目前是50-25，丁俊輝領先25度，台面上面得翻27。咁即係話咧，丁俊輝只要入任何一個顏色波咧，啲分數已經係夠噶啦。相反嚟講，希堅斯要清台先夠贏。錫住先。黃波埋咗邊，變相嚟講咧，呢球 set Q 咧就好容易會有 double kiss， 小心啲。靚，中得好靚。打個 stop shot， 將個黃波趕翻上嚟，希望將個黃波送翻去右邊 cushion 附近，利用個綠或者個藍遮住對方，得唔得 ？key 到就得啦。爭啲，如果 key 到落個乒波咧就啱。見一定見到噶啦，不過睇夠唔夠入，可能會薄啲，落少少赤西，睇得唔得？都唔得，薄咗，好問啊個波。形勢嚟講對丁俊輝是有利的，因為個乒同埋個黑分別都埋咗邊嘅。希堅斯要清台先夠贏，有打到個藍，我相信打到個乒都應該冇問題，因為個藍教個乒都幾簡單，但係個乒教個黑咧就係呢盤贏波嘅關鍵。哎呀，扯多咗啲，幾乎過一籠，啱啱線，因為冇問題啦。推彈一個 cushion， 落少少左手邊西 OK 噶。甚至乎打個 stun shot 都可以。哎呀，睇住個白波啊，咁危險嘅。嗱，其實佢呢 Q 想將個黑波勾出嚟，想 high 佢出嚟。冇錯，因為佢個藍波教個乒係完全冇問題，佢將個黑波勾佢個袋友附近，變咗咧陣間你教到個乒嘅機會贏到啦。但係可惜啊，你 Q 差少少。刻意大力少少，留翻一個斜度，想將個白波如果cut呢個乒波過翻去左邊，不過咧真係似乎真係大力腳啲喎，爭個尺幾，行少一尺到就啱。而家咧變相嚟講咧，呢個乒波咧嗰個難度係幾高嘅，但係教波好教喎呢個位啊，少少左手邊西推彈就得噶啦，好咗啦 ，OK， 咁都仲唔執翻個？入就得啦。啊！丁俊輝撐啦，入到啊呢個冇問題，呢個冇問題。咁亦都由丁俊輝喺呢一局波係擊敗希堅斯咧，為亞洲隊亦都係搶翻一個大分嘅。咁如果分數方面，暫時亞洲隊係落緊2-3啊，咁啊戰情變咗越嚟越激烈啦。咁啊去完廣告之後，大家會睇到第六局嘅賽事，華德納對住亨特里。同年頭傾啲計先啦，咁啊頭先睇咗咧就五局嘅賽事啦，咁多位球手之中，你今日暫時最欣賞邊位球手嘅表現呢？我暫時最欣賞都係我哋自己本土嘅教授，傅家俊。咁其實喺呢一個情況咁樣咁多人嘅情況打咧，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投入嘅。咁而佢本身佢又係第一局波去打啦，咁佢投入到其實係一件唔輕易嘅事。就算我哋亞世界冠軍希堅斯都佢仍然都係唔能夠投入到咯。咁所以其實佢嘅表現真係相當好咧，喺我眼中睇到係。冇錯，因為第一場啊一出嚟咁仲係咁多觀眾咧，就俾佢咁多嘅歡呼聲，其實好大壓力嘅，不過仍然咧就打得相當出色啊！咁所以傅家俊亦都為亞洲隊咧攞咗第一局啦。咁啊，而家丁俊輝亦都話再追多一分，咁啊而家落緊2-3。你覺得嚟緊亞洲隊可以追翻上去機會咧，其實大唔大咧？其實我相信都幾大嘅，因為嚟緊嗰個對賽咧，其實華達拿喺我哋亞洲區嗰個比賽嗰、那個經驗都好足夠，反而佢歐洲都始終佢哋都長期習慣咗歐洲比賽啦，咁唔係咁習慣喺亞洲區嗰邊比賽，所以咧而家華達拿同阿蘇柏仍然係有機會，咁最後我哋亦都最後第八場嘅時候，阿傅家俊仍然會再出場啦，咁我哋相信。亞洲隊仍然有機會可以從後趕上嘅，其實係。如果華特納蘇伯傅家俊連殺三場嘅話咧，咁啊可以直情係唔使打第九局就擊敗咧，就係歐洲隊添啦咁啊，即管睇下到時可唔可以咧做到呢一樣嘢啦。
第六局的賽事是華達拿對亨特里。 The sixth frame will be played by James Matana against Stephen Hendry. 裁判是劉國良先生。 The referee is Mr. Lau Kwok Leung. 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華達拿。 Please welcome James Matana.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ixth frame. My break? Yeah. James with Tara, the break. 好了，现在华达拿准备发球啊。相信华达拿头先在打完之前一场球之后，在后面休息室后面也都会做一些小小的练习去调整回人，所以现在开始打这一局的时候，一出力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神是比第一局的时候打出来是集中很多，而开波位置也都比之前好很多了。咦，亨特利亦都，我相信他都做了同一个调教喎。如果这个波可以收到飞波后面就会好很多，大力了和中薄了，是不是他想落西啊？结果呢就是做不到那个效果。其实我相信他们在这个情况都不是太需要落西，打厚一点顺势将这个红波去逼散他，再收回飞波后面，那你始终你的对手一定要救波，即是说他一定要将我白波送回上来台上面，那就是说如果当时你是同波散的时候，反而对他来讲还更加困难，可以做到一个无坏的情况。又有一个机会了，可以再尝试多一次。都是一模一样啊，都是一模一样啊，可能需要避开 左手边这个尾袋啊。不过这个胶是好一点，好很多个位置，其实反而比亨特利有机会将个波送去个啡的后面啊。哎、亨特利可能这个波他可能真的想这么做，但是就变相真的厚得滞，而家这个波厚了很多啊。好了，有机会教翻个蓝先。而家对住一个蓝波，但系应该有些少 wrong 晒啊，要教翻落嚟未必系咁容易啊。冇错，诶，呢个角度睇落去可以偷到位噶噃，教唔出嚟，可惜过唔到个桌啊。过咗水冇错，已经个白波都打到跳起咗，真系打到飞起啊！真可惜。其实他是还可以偷回薄一点，不过这么大力都很危险啊，很容易捉嘴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这么大力可以照板煮碗收在个飞的后面，看得不得，太薄了，会不会这样因祸得福啊？力水就麻麻地，比亨特利有机会将个波收在个啡的后面。好了，我们看看白波够不够力。连腾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张台的箍笋是不是比我们平时正常打的箍笋慢一点？其实正常来讲会是的，因为通常你每一次伸弯台涌的箍筍其實咧都會從好容易出現咗少輕微慢嘅情況出現。係啊，因為佢會拉緊咗落去，係拉緊箍筍係冇錯，佢會凹咗落去多啲嘅。所以身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台面個速度仍然如果係夠快嘅話咧，可以補救到咯呢樣嘢就。即係而家其實係有個情況比平時打波咧嗰個係有係台快箍筍慢嘅情況出現。冇錯，要避波喎。
扣咗啦。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因為避波咧，就喺個意識上面其實會打後少少嘅，會唔會咁咧？有機會㗎，同埋通常佢哋要避波嘅時候咧，個專注集中力去咗避波嗰處咧，就反而喺射波嘅時候嗰個集中力就下降咗咯。睇教練者，叻。哇！而家做到一個乒波位置相當好啊！教边只最理想咧？你最理想应该始终都系褪后些少，教翻右手边尾袋，可能但系需要用一个单叉嘅情况出现啦。而家即系你嘅意思，即系可以教翻黑波附近嗰只红波系咪？应该系啦。左边呢只好敏水，会唔会咩仔咧？嗱，佢又即系可能听到你讲，佢就住个力度啊。而家打最右边嗰只，其实就唔使单叉嘅。呢就好，可能一啱啱好就好教啲，系咪咁？系啦，一個推彈可以話打長球，我哋始終都話以最簡單嘅方法去完成一個賽事。你可以唔使做咁多 key 法，可以簡簡單單，就反而其實係最好嘅。嗱呢 Q 有啲問題喎，除咗右邊呢個紅波，中間嗰堆波都嚇互相好似封住咗咁樣。係啦，互相有啲阻住咁樣，所以其實呢個情況真係好睇唔好食嘅，真係需要你個位置。擺得好好，有少少偏差嘅話，都仍然係會遮住咯。你下一隻紅波噶，新王，講緊側邊嗰只，冇錯。哦，帶鬆咗而家。唔係，帶咗呢只出嚟咧，其實右邊咧係鬆咗啲喎嚇。係啊，鬆咗。鬆咗嘅時間咧，就而家佢嘅擺位咧，個白波嘅走動嘅範圍就闊落咗好多。咪事實係嘅，嗱，而家佢可以新王教翻右邊，所以佢哋第二個紅波。但是佢較為可惜咧，側邊有個乒乓側邊嗰個紅波咧，其實會影響咗陣間乒乓左邊尾袋嘅。睇下佢會唔會選擇打咗呢個中袋先？呢個角度，我覺得佢可能會較個藍好啲。冇錯。22。藍波 right side 位置相當好啊，只需要一個推前或者一個伸橫就已經可以做到右手邊呢一隻紅波啊。的確係啦，個部署應該就係咁啊！解決咗右邊呢個紅波，陣間乒波咧，左邊個尾袋咧，應該咧就係好教啲啊！冇錯。但係呢 Q 波咧，如果佢要教波嘅話咧，佢選擇咧嗰個力度咧，就要有啲考究下啦。扯翻多少少一個大三個骨，可以咧係伸橫教翻左邊呢個紅波，因為對落有個紅波，其實得半尺位嘅位置到嘅啫嚇，所以啲相當都敏噶，好敏嘅，多咗啲啦。不可能咧接近白波呢個紅波應該都仲有嘅，否則嘅話咧佢唔會係咁大意啊！冇錯啦，相信真係有啦。而家一個 stun 教翻呢個中袋乒波，稍微斜咗少少，係咪大力咗啲咧？稍微係斜咗少少啦，要好深啊，斜得，即係所謂我哋所謂成日用嘅陰力斜翻褪係嘛？冇錯啦，想大波上籃，但係做唔到，可能仍然下邊仍然有機會台。跟住系啦，冇错啦，呢一个可能佢仍然系有机会嘅。啱啱有，啱啱好啊！可能佢原本就真系想带波上篮，但系有呢个波去做一个试啤。好啦，我哋睇啲分数咧，暂时系48-0，台面上面仲有七个红波打紧个乒。咁即系话咧，如果佢清理多三个红波就够赢噶啦噃。冇错啦，亨特利坐喺度都冇乜表情，而家。你講得啱啊！話得啦，頭先個調整就出相當之好。先頭佢其實係有機會嘅盤波，佢對上一次佢對嗰盤波，但係其實係佢自己打失輸波。冇錯，其實喺上一盤都係的，而且確係杜克迪係俾咗機會下華達拿攞先嘅，但係就佢都係把握唔到，可能就係、是、所以之後佢翻去休息室就作咗一個調整啦。嗱，你覺得 ADQ 波係咩用意咧？嗱，佢落好重嘅左手邊西打 ADQ 波㗎。其實我相信佢呢一個波嘅時候，係想連除將右手邊遮住黑柴嘅紅波帶出嚟先，帶入去，所以做唔到呢個效果。但係就唯有而家咁樣去做一個安全球 set Q 先，希望攞翻個上風。好啦，分數55-0，台面上面仲有六個紅波，即係話台面上面仲有75度，亨特利仲有機會嘅。呢球好力水啊！冇錯，但係亨特利一路嚟講都唔係話得到好多嘅有利嘅機會啦。一路都是被華達納控制住個局面啦。呢球俾你啫，你會點識啊？呢一球
相信而家都係得一個方法，就係話將兩隻紅波黐住兩隻紅波冇。哦，佢選擇呢一個方法就係話將個波沉喺度，冇得打右手邊呢隻紅波。但係似乎個力水細咗少少，都雖然話唔係咁容易打，但係都有一個好薄可以去嘗試去 cut 啦。行多兩個波位咧就安全。其實頭先 keep 波好難啫嘅，因為個白波嘅位置同埋見到紅波實在太少啦。啱啱有啊。哦，呢個波好波，連隨將黑曬帶埋出嚟啊！黑波係有啊，左上角尾袋有一個長嘅距離嘅尾袋可以打，不過咧其實呢個波咁近咧，唔係好容易打嘅啫。亦都即係話，佢仲要做翻一個低 Q 去教翻埋箍筍嗰一隻紅波，所以的確係傷啊。冇問題，好波。好啦，睇下黑波嘅 spot 點有冇俾個紅波壓住。如果壓住咗就更加好啦。會唔會將箍筍邊嗰幾個紅波帶埋出嚟先咧？要睇佢點樣處理呢個紅波啦。啊，唔選擇去處理個下邊嗰三隻紅波先，可能係留翻而家黑柴點嗰隻紅波嚟處理啊。睇翻口。我相信呢一個波佢會有機會去選擇去處理咗下邊呢三場波，黐住呢三場波。嗱，呢個角度咧，佢要就翻後少少可以 key 埋。如果最好其實就 key 一個薄皮或者一個三分之一，將佢帶出嚟，順帶個白波咧彈翻高少少。做唔到，但係太斜啦個紅波原來。所以佢呢 Q 波咧就係刻意大力少少留一個斜度，希望而家打個黑借箍筍或者係直接扯埋堆紅波度。不過呢個角度，一個高 Q。可能需要落一個左手邊嘅西先可以中得到嗰三重波啊，加大咗個困難。好文，好靚，但係好波啊，但係好波啊，好波唔夠運。睇佢表情睇到啦，好波唔夠運。都唔係好滿意啊！佢只係帶到一個紅波出嚟啊！我相信佢係希望三隻紅波都帶曬出嚟嘅一次過，真係唔係好夠運啊！而且呢個黑波都，唔係呢個紅波都係應該係幾薄下嘅。誒會選擇繼續去進攻定係嘗試去射一 Q 先咧？一個薄咳，射一 Q 先，睇下可唔可以收喺個啡嘅後邊。真係射一 Q 先啦！哦，好波！真係啲力水啊，清過嘅喎有條私家路嘅噃，其實有條私家路喎，不過打落去咧，真係唔知點算啦。可能都係純粹都係掂住。有華達啦，選擇可能兩箍筍。夠位係啊，要兩個箍筍先夠，但係睇唔到個藍波可能會封住喎，好問啊，靚靚波，靚亞洲之寶啫，亞洲之寶啊！冇錯，華達啦都其實真係為我哋喺亞洲人都增咗唔少嘅光啊！喺英國佢之前嘅賽事其實都打得相當唔錯嘅。喺佢全盛時期，佢其實封咗官嘅。而家因為佢嗰個桌球嘅成就咧，佢就係其實係官嚟嘅喺泰國。冇錯啦，亨特利而家再採取一個防守啊，去唔到啡波後邊，又俾咗一個機會啊，華達啦嚇。博唔博好啊？呢個？正常都應該係要搏噶啦，可能會 key 黑嘅話，其實都冇乜所謂 key 埋只黑，可能仲有你。咁啊係，對華達嚟講，佢而家即係消滅紅波啦嚇，唔使諗咁多啊。冇錯啊，佢可能將紅波而家啲部分嘅顏色波擺咗埋去箍筍。咁啊，暫時嘅分數係55-24，領先31度華達啊，不過但係機會就落喺亨特利嗰度。哇！好重嘅右手變西啊！嗱，呢種波咧嚇，而家你哋點瞄咧？嗱，佢呢度係低 Q 落右手變西，你係瞄係點樣去因嘅意識去瞄嘅咧？你哋其實本身嗱，即係你而家係同打向打橫去打一隻白波冇乜分別，佢會將一個你右打右手變嘅時候，會將個白波向左邊推嘅，所以變咗咧，你唔能夠依翻一個正常嘅角度去打落去嘅，你只可以將。預計個白波會偏差幾多，而瞄翻相應瞄翻薄幾多，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入球啊！所以咧，即係個難度真係好高噶。好高噶，係一個好高嘅技術嚟啊！推尾袋，做唔做到？好尷尬啊！呢 Q 啊，佢發力係發力，佢就唔能夠。
知道你唔發力就係咁嘅效果。冇錯，但係即係能夠上都焗住要去嘗試下，睇下會唔會有個好運嘅情況出現。係啊，結果都出現唔到啊。博比個角度咧，都幾難將佢收喺個啡嘅後邊，黐住個白波選手。嗱，而家呢球波華達拿需要做一個薄皮都幾薄，如果佢打得稍微厚嘅話咧，就有機會將兩個紅波一次個波肯定嚟帶曬出嚟啊！咁就真係唔係好理想啊！而家全台嘅顏色波都係 open 曬台面啊！咁如果真係打厚咗嘅話，真係相當危險啊！呢個情況，正如你所講啦，佢有咁薄得咁薄，薄不透，變咗一個 miss 出嚟，仲要中埋個黑。好彩都冇飛波，但我相信會叫佢再打，會叫佢再打一個，冇錯。求證呢個會判一個 fire miss 啊，黑彩似乎稍微近乎咗啲，係啦，出翻半尺到啦，係啦。打波就打波嚇，對於個波嘅認識都好高嘅。好啦，擺翻個黑波，哇！其實相差好少，爭好好少好少嘅啫。个白波字就摆埋咗啲，我唔紧要啦，双方同意就得噶啦。正如你所讲，佢系会有咁薄得咁薄，佢其实就唔想将另外嗰个红波勾埋出嚟。冇错啦，因为真系如果咁样，亨特利咁样 set， 其实佢就系、是、始终都帮亨特利带咗一只出嚟，但系红波走出嚟嘅位置就比较薄，就睇下亨特利而家啲球波点样去处理啊。呢 Q 波咧系有入嘅。但是教波的難度很高，除了是你要走上去之外，另外有個紅波在附近，你變成要避亨特利索性直頭射一 Q 添啦。如果黃波後面啊，真好靚，好靚，一個就遮兩個。華達拿似乎都只能夠做一個動作，就是又係左手邊箍筍一個箍筍就咁黐埋去底箍其中一隻紅嗰度。哇！佢選擇右手邊。暫時分數是55-37，華達拿是領先18度嘅啫，台面上面就有兩個紅波，兩個箍筍。同剛才一樣啊，都是做翻兩個箍筍。得嘅喎，佢呢招，得嘅喎，呢招使得嘅喎。救得相當靚啦，但係仍然留咗右手邊尾袋呢一個紅波俾佢打。尾中不足就唔可以將個白波攝埋邊啦。佢夠正，如果佢再攝到埋邊，其實就兩個咧。如果夠薄少少個白波，甚至乎可以遮住曬添。係。哇！睇到亨特利嘅眼神，好似真係好想贏喎。位置唔係太好，我選擇打點教咧？攬波尾袋啦，應該可以掟一條箍筍沉翻落底，或者直接扯落底，睇下佢選擇邊一樣。夠唔夠厚度呢？夠啊，應該夠啊！呢啲又係好尷尬嘅，直扯又好似唔夠厚，借高筍又好似唔夠薄，同埋仲要趴台，係啊，又相當尷尬，可以企喺呢個位置。冇錯，好啦，入波，藍波就可以話真係冇走雞噶啦，除非遮住嘅啫。集位，冇問題。好彩力水啱，只要將個白波彈翻上嚟台上面呢度，其實都應該會有幾個顏色波俾佢選擇啊！佢而家打個籃，推彈教翻個網，稍微薄咗少少一籃，但係應該問題唔大。錯勢係咪咁教最理想咧？因為有時如果個波咁薄嘅時候，佢索性咁樣去用箍筍去射咗啲力嘅時候，佢就反而出個條 Q 可以出得順啲。喂，力水啱嘅，其實你唔遮住個黃波定教到啦。冇錯啦，但喺台中間其實任何一個位置都有。只要唔好偏左邊。冇錯冇錯。點教啊？呢、這個要呢、這個波都係要碰到一拼。靚波，好波。好啦，入埋个啡，够赢。咁场波好睇咯，3-3。不过个白波你唔好咁跌落去啊！哎呀，争少少啊，好危险啊！哎呀，当头打得放啲。喂，华达啦，而家帮我哋亚洲队追翻宝贵嘅分啊！
雖然打失咗呢個乒波，仍然以75-38咧係追翻一局。咁啊，而家雙方面係打成3-3平手。呢盤波華達拿打得唔錯喎、啊。冇錯啊，華達拿其實喺中段嗰陣時喺個乒波附近嗰扎紅波散出嚟嘅時候，佢處理得好好啊，好快就已經將嗰度。好啦，我哋不如休息一陣，翻嚟睇埋餘下嘅賽事啊。咁亦都咧就今日佢嘅战绩暂时吓一胜一负，即系为欧洲队攞咗一个大分噶啦。Hello Steven， for the performance here tonight, you got one win, one loss. How you grade yourself? Yeah, I played okay. It's very difficult to play one frame at a time because you want to play more frames so you get better and better. But as you say, 50% record, it's not bad. 佢話咧55-50啊，贏一場輸一場咧，佢覺得對自己嘅表現咧都滿意㗎啦。Then how about the audience? I think you've been here in Hong Kong for many times already, right? Yes, I played in the Queen Elizabeth Stadium 20 years ago, so I feel very old tonight. 哦，佢話佢自己老咯，但其實當然唔係啦。佢話佢20年前亦都喺伊麗莎白體育館咧係打過比賽，所以佢對呢個場地係熟悉，不過真係好多年前啦。咁啊，各位觀眾對佢咧，我亦都即係介紹佢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咧，你俾好多掌聲俾佢嘅，咁啊，亦都即係對佢好支持啦。You know, the audience in Hong Kong give you a lot of support, and you got a lot of fans here. So anything nice, you have to return back to them. I'd just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support, for all the players. I love coming to the Far East, Hong Kong, China, Thailand. We always get such a great welcome. But Hong Kong, to be back here playing is, you know, thanks very much. Hopefully we can come back every year. They know that.咁佢話希望每年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就參加呢啲嘅盛事啊！咁誒，啲球手唔知係夾定咧，個個都話咧好中意嚟東南亞比賽，咁亦都話尤其是香港添啊！咁啊，點都好，我哋香港嘅球迷都會多謝你嘅 ，thanks a lot，thank you very much。第七局嘅賽事係蘇柏對杜赫迪。The seventh frame will be played by Supor Shana against Ken Doherty. 裁判係李澤亮先生。The referee is Mr. Lee Chuck Leung. 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 Super！ Please welcome Super！ 同埋杜赫迪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Ken Doherty。Frame 7, Doherty to break. Yeah, good. 刺激啊！3-3嘅局數嘅第七局啦。冇錯，杜赫迪開波，熟習咗張台咧，開波咧嚟睇到佢嘅力度咧，已經用得都幾準下啦。右邊呢個紅波就俾個綠波遮住，左邊呢只。
support， 不過教唔到個黑，要發力先衝得上嚟。不如 set Q， 打翻數過嚟，右邊數過嚟第三個紅波，靚，大力嘅少少。嗱，右邊有個紅波咧，就係最好打嗰只噶啦，可以推彈上翻去教翻藍波或者細嘅顏色波。左邊呢只要避紅波。當然就要看看個藍波和旁邊的紅波有沒有對他有影響，推彈當然要看看會不會太直，好波，這球靚啊，打個 top stun 教回個黑，一有少少的斜度可以 stun 橫困開旁邊的紅波，教回左邊或者右邊這兩個紅波都可以教的，控得靚。咁當然最好就打右邊呢只啦，因為呢只波咧就將黑波右邊尾袋遮住咗嘅，解決咗佢。實力咗喎，實力咗咧就唯有要 key 落去啦，要 key 落去中間堆波左邊嗰兩隻嗰度，輕輕捧捧，冇錯，控得靚。我困呢只波嘅原因咧，等个白波留翻喺附近，教翻黑波右边少少斜斜地对上嗰只红波。17. 好啦，修正到有个斜度，可以将黑波左边呢个红波清理埋。Stun 话，懒嘅话就扯翻吞口，费事行过对面咯。15.5.亦都有少少嘅斜度，可以 key 落去黑乒波左邊嗰只紅波嗰度，輕輕 high 一 high， 唔 high 都冇所謂啊！啊，真係一如我所料啊！咁 high 落去嘅原因，亦都係將佢留翻附近，教翻黑波對上呢只。當然其實仲有左邊嗰只可以揀嘅。咁啊，呢只可以將側邊個紅波順帶困開嘅話咧，嗱呢盤波而家好好打啦。咁啊，不經不覺打咗32度咯。咦？有機會打147喎，睇下佢會唔會咁諗。一打咗四隻又唔覺有呢個就似啦。一打咗四隻咋，我哋可能原知過咗。但係喺呢啲比賽裏面咧，佢哋好肯去做呢樣嘢嘅，好肯嘅。Forty， 吞後教翻個黑，但佢而家唔諗第二個噶啦，而家我諗相信佢就諗住個黑啦。咁啊，其實杜靴迪咧。在96年就嘗試過一次打，想打147嘅，可惜啊，最撚尾個黑波就打失，爭少少，係啊，爭少少。不過嗰年佢都攞咗個 highest spec 啊，咁但係好可惜啊，打唔到個，哎呀，真係，就係俾我真係不幸嚴重，又係個黑柴，哎呀 ，keep 手掟埋啊，真係。有時咧，你想起逼，想輕輕鬆鬆咁打咧就好啲，反而你咧即係有個目標，係我想打乜打乜咧。其實是有個無形的壓力的，剛才他這麼失望，他其實真的想失望遠慮的，摸個很高分數，是啊，好了，蘇柏行不行，定了神之後好像都還未可以投入到，暫時分數是4-1，杜靴迪領先的。不過蘇柏可能正如奧蘇尼雲說，就比較少這些面對這麼多觀眾的場地，打這隻翻嚟避到就得啦，教翻个蓝，好波，啱啱先，可以教翻左边数过嚟第二个红波，亦都可以教中袋，选择教个中嘅 six， 可以推前少少，若果黑波右边尾袋有嘅话咧，可以教翻个黑，咁当然啦，蓝波系最容易教嘅一个波嚟嘅，可以 stun 横将个白波挨去个黑波嘅附近。教翻左邊呢個紅波，扯過嚟呢邊，清理埋乒波側邊呢兩個紅波，呢盤波更加好打，黑嘅。13。哦，真係教邊只都得啊！真係嗱，一台面上面六個波，佢中意教邊只都得呢個位置。噴落去左邊嗰只紅波度，冇錯，大波上籃。不過呢球唔係好理想個角度，要避開個飛同埋個六上翻嚟，唔避啦，教翻啲細嘅波算數。
望嘅太直，六波就咬身，唔理想，唔好行啦，扯翻过嚟啦，冇错，靓啊！稍微距離遠了一點，因為剛才呢事實呢那個黃波呢是真的太直，24 DQ 似乎有一點失了預算了，想輕輕挨挨個紅波挨不到，現在被個紅就遮住個黑，這個角度望下就應該見到，不過就不夠入的，看你分數夠贏沒有，65-0，剩下4個紅波夠了贏了，所以都無後顧之憂，搏到佢準，可惜啦，打失咗呢個藍波。24。嗱，台面上面得翻四個，我得翻59度嘅啫。石 Q， 點樣將個白波 check 住咧？唔得，中搏咗，有尾袋可以射。Quiet, please.考一下你的 long game 啦，杜克迪。後弱啲。借右邊 cushion 彈翻高架翻個黑。有啦，都唔使借就到。不過呢個角度要教翻紅波，似乎要 key 落去乒波左邊嗰隻紅波先得咯。夠唔夠深扯翻個右邊咧？可以等緊夠 8， 其實他就輸了了，不過我覺得他應該打下去 9， 因為他還有幾天要打，他始終都要爭取多些，在這樣的經驗裡面去打球，爭取多些機會去打下去，多些這張台的表現好，沒錯，那你又對張台要熟習一下，對現場的氣氛要熟習一下，現場都給很多鼓勵，是啊，推彈兩個箍改回來17，靚啊，這個力水靚啊，就到了，借箍筍彈回去左邊，很 Q 法啊，他其實是好波，但你看他這些 Q 法呢，看到的那個白波控制相當之好的，不過即正如剛才奧蘇利華呢，就是他真的有一點緊張啊，可能啊25，現場的氣氛實在不是很多球員可以克服得到這種氣氛，不是說經常有這麼多人幾千人可以看著自己打球的，沒錯，所以雖然說輸緊打好一點，是啊，飛的 wrong side 都不落西了，打回個中距離推彈得了，9啊，這個靚啊，但這個他不是推彈的，這個是他的 top stun， 你現在這麼遠程用這樣的力度，用這樣的 Q 法去教個球呢，證明他是一個好球來的，賺壞了一點不要緊了，這盤球的分數都距離太遠了，這盤是投降紅綠，那就結果呢 蘇柏 這盤是輸了的，亞洲隊暫時落後3-4，蘇柏雖然輸了，不過起碼看到他、啊、都起到 Q， 叫做拿回一些打球的信心，往後日子對他來說是會有個正面的影響的，這個時候我們看一看了。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咁啊都要講聲唔好意思先，把聲啊越嚟越沙，咁啊要靠財叔頂住啦。財叔，呢一個第八局嘅賽事咧，就傅家俊對奧蘇利雲，傅家俊啊一定要贏，呢個壓力都幾大㗎。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喎，即係正如頭先連騰浩講咧，即係傅家俊其實今日嘅表現咧係我哋亞洲隊最好嘅一個嚟嘅。你可以見佢咧喺一出嚟咧喺咁嘅環境裏邊可以打到一 Q 70度咧，其實係唔係容易嘅嚇。咁、結果嗰場係贏波啦，不過亦都唔好忘記佢嘅對手奧蘇利文，睇下佢會唔會攞隻左手出嚟玩下嘢啦。不過有呢類球手咧就即係。多多少少你話會影響你個集中力，因為佢有時有手打錯，但佢又唔係話即係有些要睇小你，佢就係真係咦呢、這個角度左邊好啲喎、哦，咪用呢邊啦，
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冇計，傅家俊係要付出十足嘅全力噶咯。不咁講，就傅家俊其實係贏過奧蘇利雲嘅。啊，佢喺2003年嗰陣時咧，其實咧佢係贏過奧蘇利雲嘅。佢當時咧喺個Grand Prix Scott比賽裏邊咧係攞到，雖然係最後尾輸咗俾利爾，但係佢係淘汰奧蘇利雲晉級，所以咧我覺得佢應該對佢係冇乜壓力嘅，係可以係有機會嘅。好，大家俾啲支持啊，傅家俊，同埋希望咧亞洲隊可以追翻呢一局第八局賽事咧，大家就有第九局決勝局咧就嚟睇噶啦，立即去現場啦。第八局嘅賽事係傅家俊對奧蘇利雲 ，The A Three will be played by Marco Fu against Ronnie O'Sullivan。裁判係李澤亮先生 ，The referee is Mr. Lee Chat Leung。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傅家俊。Mate, Marco Fu to break. 第八局，傅家俊開波，非贏不可。唔夠細，有運搭夠啊！好彩搭翻個桌，白波上唔到嚟，尖夾留喺呢個位置都唔算好壞。啊，右邊呢個紅波有得 cut。咁順棍亦都可以避開黑同埋啲紅波嘅。避就避到啦，仲薄咗少少。傅家俊可以照板煮碗，不過啲 Q 應該係要落少少低 Q 咧，先可以避埋最左邊零丁嗰只紅波嘅。有唔避啦，睇下力水 ，OK 可以咧，順帶咧係 key 落去咧，就啲 Q 波似乎要落幾多西下啦。喂，反正咧仲有個紅波要教，可以唔 key 住嘅，輕力推彈。哎，厚咗啲啊，厚咗啲啊。阿古夫 one。可惜啊！有個機會可以射一個長尾袋，但係咧，如果教個黑波咧，陣間就 key 唔翻啲紅波，可以教個籃，就翻個角度。可惜啊！中得口咧就係白波行得唔夠前，要借沽筍先可以 key 落啲紅波度。落多咗啲西好似，袋口嗰只波應該係封住咗呢個紅波噶啦。White face， 係啦，就算入嗰啲要搭桌，好好問，好問啊，唔夠嘅，唔夠嘅，唔夠。嗱呢 Q 啦，傅家俊可以咧，一喺開始咧，借沽筍將啲紅波逼散佢，反正有個黑波喺個袋後邊，但係 key 落要考究啲啦，你唔好 key 落嗰邊啊 ，key 翻正中間呢邊。哎呀，可惜啊，砸死咗个白波，仲有机会嗱，打呢个蓝波仲可以 key 到嘅 ，key 落个乒波度，睇下啲波点散。靓，哎呀，千祈唔好坐落个黑度啊，咁都 key 埋个黑啊，真系扭教啦。仲有。有一個薄皮可以咧係 cut 尾袋，嘗試教翻啲細嘅顏色波再修正。薄個頭。Marco Fu six。暫時分數係7-6，傅家俊係領先一度嘅啫。
倒咳，有都是 short to nothing。 One 走个角度不理想，黑波有得咳，乒波左边那只红波其实都可以教回左边尾袋的，打中袋厚了，好了，制造到机会给傅家俊了。咁啊 ，EQ 波咧，呢個黃波將啲紅波咁樣整散咗咧，對傅家俊嚟講咧都幾有理。真係有啲壓力，想將個白波彈翻過嚟呢邊，教翻個乒波左下個尾袋，不過可惜啦，打失咗呢個紅波。咁始终对住奥苏利云咧，每一个球手咧都系真系唔多唔少系有啲压力嘅。有，哇，乒乓，黑波 spot 点对上两个红波，一左一右两个都有嘅，将个白波推翻过嚟右边得啦。个乒乓 spot 点压住咗，要放喺最大嗰、那个。放喺個黑波嘅 spot 點度，可以選擇靠個乒，咁啊當然仲有個黑可以揀，打埋個黑，側邊個紅波亦都可以咧，陣間可以教得翻，再決定咧係教個黑，最好就教翻條直線，可以直接扯褪後教翻左邊呢只紅波。好，黑波要放在蓝波 spot 点到了吗？ 15 教回个黑先， 16 势力了少少都 OK， 扯回过来右边，就是因为这样呢 Q 波都是势力了一点。 23hard shot 都是这样打失了，所以有时候教失即都不是叫做教失，教得不理想，心揞住揞住就硬是好像有些东西，结果这球真的这样打失了。暂时分数是30-7，奥苏利云领先23度，有个袋后边看一下力水，刻意想大力少少教个 right side 去打个黑，希望逼散啲红波，不过大力咗好多，仲有个啡，呢个啡波咧就应该系一条箍笋去逼啲红波咧就慢啲，可以尝试两个箍笋去 key 落去。一个箍，哎呀，又系咁样打失咗呢个啡波啦，真系可惜。接二连三犯了这些这样的错误，咁其实我觉得他咧对奥苏利云的压力就我觉得不是话因为对他而有压力，反而咧就系呢盘波非赢不可的压力就喺呢度，可惜啊，真系攞只左手出嚟玩下嘢啦，梗系啦。有風就唔使盡你咩？你贏得住噶，吞口彈翻高，好力水，我錢，暫時領先30度，仲係左手推前，教翻個乒嘅 15。左手嘅力水的確係唔係有右手咁好啊？太直啦，要吞口彈翻高。都冇問題，教翻個中袋先，亦都有個斜度可以吞橫，教翻乒波右邊尾袋。好。22。台面剩翻三個紅波，得翻51度。只要清除多一個紅波，打多一個顏色波，佢就夠分數贏啦。28。領先50度噶啦。因为有个蓝波在袋口边，必定有颜色波色的了。
問題係 key 唔 key 到啲紅波嘅啫。呢次攞唔到隻左手出嚟啦 ，wrong side 啦，一定要攞個右手出嚟。咦？咁樣搞得唔得？夠唔夠力？好波，好波！啊，呢、這個白波嘅走位真係一絕，教埋隻左手添，好啩？點到你唔服啊嗱！真係可惜啦，亞洲隊輸咗波啦。咁事實亦都要讚讚奧蘇利文嘅表現，實在真係相當之精彩。盤波咁樣都可以咧，係打到剩翻呢個紅波，搞掂埋添。可惜個藍波俾個啡波遮住咗。點樣去教個王啊？後踢喎、啊，後踢喎、啊，玩下嘢添喎，咁都得。嗱，佢其實就唔係想咁多個高手嚟踢嘅，咁多個高手嚟踢咧，其實就苦碌嘅。啊！佢自己都陰陰笑啊，咁樣教埋添，我開心得滯、就是，打失咗呢個黃波，誒唔係喎，未失住，後邊咁仍然咧係以80-8咧係贏埋最後一局，咁啊結果咧歐洲隊係以5-3，咁啊成功咧就係贏取咗亞洲隊嘅，咁啊好可惜啊，傅家俊爭取唔到呢個機會。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睇睇詹士同阿奧蘇利文有啲咩講下先啊！打過好似4-5次到啦，我諗係。邊個贏得多啲？唔記得咗。好佩服。醫館打過未先？醫館未，呢館未。喂，咁就係醫館第一次碰頭。我諗啲觀眾，你哋雖然都話丁俊晖都有 fans 嘅。傅家俊亦都有 fans 嘅，但系先听听有几多个捧傅家俊嘅，唔该你大声啲嗌下，都犀利啊！不过我哋都算公道主啦，一阵丁俊晖嘅时候都唔好太细声啊，都要大声啲，帮俾阿 Michael 嗰啲细少少。啊，佢到而家都未到咧，就再细少少。哦，嚟啦嚟啦嚟啦！哎，我哋东道主，东道，小丁你好，你们两位在这边从来没有打过比赛，就让你们一局比赛，让我们观众眼光大开，看一下这场比赛。我讲的这么差，我不讲多了，你们比赛吧。唔该，各位掌声给两位。Your choice. Yeah! 咁精彩嘅比賽，我哋當然唔好俾佢停啦。丁俊晖對傅家俊，丁俊晖開波。咁啊，純粹嘅表演咧，當然係會有唔同嘅表現，冇咁大壓力。右邊所過嚟第二個紅波，但係要避開啲紅波，將個白波送翻上去。有，好靚，亦都就到力水教翻啲細嘅顏色波。綠嘅推彈可以教翻最左邊呢只紅波。好力水，想唔想到辦法困開或者係清理黑波左右兩隻紅波呢？暫時圓珠過早，可以嘗試教個籃。靚、yeah. ，細力咗少少 ，wrong side， 騰翻後斜領，少咗啦，要用 red 子。10好敏添啊，扯少咗，冇计，射 Q 啊！
乒乓左边有个红波，呢啲咪关口，咁咪射佢咯。可以 key 埋去落去黑波右边一只红波度，得唔得 ？key 就 key 到啦，可惜唔入，冇乜点坏喎。推尾袋易打啲，薄一啲。左边呢个红波会唔会俾个乒同埋个蓝遮住呢？有啊，有可以推前加翻个黑，靓。好啦，暂时仲未见有100度嘅 break， 呢球仔得唔得？嗱，我 stop shot， 睇下个黑波放翻上去个形势点先啊！右边尾袋够唔够打？问啦，唯有上翻去教翻个蓝或者 pink， key 就 key 到啦，不过个白波就似乎太接近个 pink 啦。提防 double Q。選擇打個六嘅，推彈翻翻過嚟，靚，冇 key 啊 ，OK， 有中袋 ，Well， 選擇呢只可以困開黑波左邊呢只紅波，睇下困唔困到，爭啲。嗱，佢嘅意識上面係其實想 key 開黑波左邊呢個紅波，將黑波咧係教翻右邊尾袋嘅，落多咗西，打個拼嘅，有冇 off 啊？小心啊 ！OK， 盡曬人事，走去呢個位置。19，睇下你準唔準？薄咗少少。打得19度，暂时分数是19-10，丁俊晖领先9度，杜甫家俊有机会。Yes， 搞掂。蓝嘅好教啲。有時我哋欣賞比賽咧，就係呢一種啦。睇下點樣可以係想到辦法教到黑波左邊嗰只紅波。暫時未得。Six。誒，呢個唔係唔得嘅喎，其實打翻佢落少少右手邊西，有機會可以 key 開黑波左邊嗰只紅波。呢個角度係好角度嚟嘅。哦，搞掂！哎呀，真系顾此失彼啊！啊，顾得呢个就顾唔到嗰、那个，顾得 key 就顾唔得入。如果净系入啊，简单。净系入佢入噶啦，冇问题嘅。因为要搭少少西，又要份量啱，又要 key 得个角度啱，咁先至可以教到个黑噶嘛。新猛，教翻中袋先。輕力推前，困一困側邊嗰只紅波，教翻個拼嘅，輕輕抖抖得啦。唔 key， 選擇教個藍。嗱，而家個黑波兩邊都 open 咗啦，可以咧就落翻嚟埋翻裝，教翻個黑嘅。我先。够唔够直线推前咧？唔够啊，应该咁啊，唯有选择打翻个中袋，打个 stop shot 教翻个拼嘅。呢个角度可以尝试教孤笋边嗰只先，好力水啊！仲有一个斜度可以 turn 横教翻个黑嘅，靓。接近乒乓嗰只紅波就有左邊尾袋，睇下可唔可以將個白波教翻去右邊。犀利咗，
想就想教嗰只噶啦，实力咗啲，难度高少少啫，应该都仲有。大波上啦，唔算好理想，仲有个难。嗱，依家可以困落喺黑波右边嗰两只红波度，困到啦。又系唔可以做到一个好理想嘅角度，可以揣一个窄位嘅中袋，真系好窄位噶。哇！掟咗入去咁好似啊，真犀利！高手即系高手嚟嘅，窄位可以咁做，即系打好，吞口。所以喺有冇压力咧，系其实系两回事嚟、嗯。你睇佢而家个表现真系好精彩。因為現在可以是將心情放到很鬆去打，完全投入到贏了的了，63-10，台面上只剩下兩個紅波，只剩下42度而已，43度，推彈52，可不可以將個紅波勾出來呢？好像是 wrong side，借孤筍才得，推彈點夾落少少西，都唔係少少嘅咧，唔係少少西嘅啦，都好重嘅 check 曬，好過啊！睇下教邊只有57，仲係黑嘅，不過力度稍為細一啲，麻眼袋倒咳，要避開中袋阿虎，少少低 Q。有、哦、你看一些力水啊，手擺咁樣好似啊，咁嚟難怪全場都掌聲雷動。呢、哦、一局表演賽真係特別發揮得好流暢啊！正彩，呢招青台真精彩，64度啊打咗。Stun 嘛？67，點樣解決拼波呢？我哋又去睇下佢，欣賞下佢啲白波嘅走位啊！嚟到呢個角度啦，可能褪後一條高筍彈翻出嚟，可以勾到個拼。佢選擇推彈，發力過翻嚟，啲右手變西，不過力水麻麻地。黐住咗啦！仲有一個好窄、好窄、好窄嘅中袋，唔試得中袋。得嘅，有啲咁精彩嘅波俾你睇。系，雖然傅家俊輸，但係見到丁俊輝真係打得好啊！好，真係好精彩嘅一局。雖然真係冬日嚟嘅，但係送俾大家嘅一場表演賽嚟嘅啫。但係欣賞到啊，丁俊輝咧喺呢一局嘅表現真係相當相當精彩啊！咁亦都咧就今日嘅比賽咧就最後咧知道歐洲隊啊贏咗亞洲隊啦，咁亦都喺呢個送上嘅啊額外賽事咧，亦都見到丁俊輝可以贏咗咧就係傅家俊。咁呢個時候我哋亦都去廣告時間先嘅啦。咁啊比賽因為已經完啦，我哋亦都過曬龍噶啦啲時間。咁啊喺呢一度同大家總結翻今日嘅賽事啊。喂，曹叔啊，今日我哋見到歐洲隊贏波嘅，係咁嘅，贏得合唔合理咧？同埋啲表現係咪平均啲咧？咁事實上咧係即係歐洲隊個表現係比較係理想啲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傅家俊咧，因為對最後尾嗰一場波咧，其實佢唔係冇機會嘅。不過可能真係咧係要贏啊，先至可以係有最後尾嗰局打咧。個心理嘅壓力係大啲，的確個表現咧稍為失色啲。咁不過啲觀眾留喺度都冇白費到啊！睇到丁俊輝 Q 咁精彩嘅一 Q 青台嚇，不過真係黑啊！咁啊，今日比賽咧就真係～有少少球員咧，我哋覺得即係有啲叫失望啲啦。係啊，咁啊，譬如話希堅斯今日麻麻地啫。咁啊，另外蘇伯真係有啲緊張。咁啊，希望喺聽日咧自己個人賽事咧可以打翻好少少嘅水平啊。咁啊，不過呢啲全部都要睇聽日嘅賽事先知㗎啦。因為今日咧就主要就係歐亞隊制咧嘅對抗賽咧。結果有咗噶啦，咁啊，結果歐洲隊咧就係5-3嘅局數咧，贏咗亞洲隊，亦都唔需要咧就去到第九局，咁啊亦都解決咗噶啦。
咁啊，聽日咧就開始進入去咧就個人嘅賽事。咁呢樣嘢啊，財叔有冇對邊個球手經過今日比賽，你覺得特別睇好啲咧？我反而真係會睇好奧蘇利雲同埋傅家俊，因為喺今日嘅表現，的確呢兩位球員咧係表現得最好。咁啊，尤其是奧蘇利雲咧係打得比較放啲嘅，左右開弓其實都好似冇乜瑕疵咁嘅啊。咁啊，聽日究竟有乜嘢嘅戲碼咧嚇？亦都幾多點有得睇咧？最清楚就睇睇一個咧賽程表，大家會知噶啦。咪記住咯，喺晚上六點鐘我哋開始直播。第一場就是希堅斯對住亨特利。咁第二場咧會由中國嘅丁俊晖對泰國之寶華達納。咁至於第三場咧，奧蘇利雲會對杜靴迪。咁第四場咧就會由桌球皇帝之稱嘅亨特利對住泰國之寶華達納嘅。唔止四場喎嚇，跟住仲有第五場咧，杜靴迪對住傅家俊啦。而第六場，奧蘇利雲會對住蘇柏。咁至於最嬲尾一場咧，就會由希堅斯對中國嘅丁俊晖。咁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謝各位觀眾。